金纬机械安徽全椒厂区是金纬机械旗下又一重要发展战略基地，是一家集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和服务的高端塑料挤出装备制造商，主要生产螺杆机筒、各类核心部件以及塑料型材挤出生产线、塑料片材薄膜挤出生产线、平行双螺杆挤出机等相关设备。金纬机械成立于1997年，是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，现有上海、海宁、苏州、常州、舟山、滁州、全椒、泰国等8个生产基地，超过10个驻海外办事处，产品畅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厂区坐落于风景秀美的滁州市全椒县十字镇石潭产业园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紧邻国家4A级琅琊山旅游风景区。滁州站到达金纬全椒厂区8公里，约15分钟。 全椒站到达金纬全椒厂区15公里，约30分钟；南京禄口机场到达金纬全椒厂区90公里，约75分钟；合肥新桥机场到达金纬全椒厂区150公里，约100分钟。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莅临金纬机械全椒厂区参观指导。